Welcome to Valerie Toys. Hello, 我今天买一个 TOPModel 贴纸书，打开里面，哇，里面有好多 model 公仔，有好多页啊，后面就是贴纸啦，唔止可以换衫，仲有埋头发，公仔头全部都换咗妆噶，有裙，有裤，同埋鞋。前面贴住一个透明贴纸，有好多好多配件，颈链啦、头饰、眼镜。开始揾第一页啦。首先我拣呢个粉红色卫衣，又抱住只狗仔嘅，配一个及膝嘅牛仔裙，腰果都有粉红色橡筋，同埋绳衬翻，再配翻深粉红色嘅波鞋。集量的计发型，到右边这个了，配上一个灰色的牛仔裤，右边这个我选绿色衫，中间印了金色的英文字母，字母摸下去是粒粒凸凸的，衬一个丸子记的发型，个发型有两个颜色的。到下一页啦，呢个好似商场 shopping 咁啊。第一个我拣红色背心嘅底，中间有只猫猫，插翻一个红色短裙，然后再衬件黑色皮褛。呢个皮褛分开两面贴嘅，再手多配埋添。配一个黑色的短裤，插翻件皮褛，之后到头发啦。头发我拣呢个有黑色帽的，到第三页啦，呢个深蓝色的短 top， 再拣呢个灰色牛仔裤。我拣呢个深蓝色西装外套，我拣呢个黑色凉鞋，头发我拣呢个，到右边呢个啦，先拣呢个粉红色小背心，又配一个黑色嘅裤。我今次拣条链俾佢，跟住拣件红色豹纹嘅外套，拣呢对红色绑脚鞋，今次拣呢个大丸子头发型，喺页啦，今次喺 cafe 外面。我拣呢个黄色格仔的短裙，佢系红色丝袜打底。我拣呢个黄色的卫衣，件衫中间有个熊仔，仲有个背囊。头发就拣呢个可爱的发型，金色头发上仲有两个髻添，配翻一个好特别的黄色波鞋，衬翻层好衫。今次玩黑色笔先，贴呢个眼镜试下，哈哈，戴眼镜好得意啊！另一页啦，今次我哋贴多啲贴纸，
Thank you for watching. Bye bye. 最后我给你订阅我啊。Bye bye.